这是一款新型的可移动材料存放车，彻底解决了存放卷筒类产品清洁环保的问题，同时避免了材料的大量浪费，为公司节约成本。特别是针对广告行业的写真、背胶、相纸、覆膜等等卷筒类材料，提供了一种安全、方便、清洁、环保的存放方式。材料太多，占用空间；材料太乱，环境难看；一碰就倒，一倒一片；移动困难，让人心烦。可移动材料存放车就是这样整齐，就是这样清洁，就是这样环保。小身材，大容量，一平方区域存放30多卷卷材，拿取简单，移动方便，加厚钢板，强度无忧，专利设计，新型环保，整齐的堆放，有序的排列，简单的拿取，方便的移动，你的车间和这样清洁环保的车间之间只差一个火箭。材料怕乱就用火箭，放膜不倒，火箭真好。